原标题：蒙古战一座城，为何只留一人看守？真不敢反。来自历史起名，蒙古族是一个骁勇善战的民族了。或许是生长在草原的缘故，他们的体质远远比中原人要好上很多，因而他们在仅仅只有十几万人的情况下，能够创立属于自己的霸业，甚至还能够去征服欧亚大陆，这种军事实力可谓是让人艳羡。首先，蒙古族是游牧民族，在战场之上，粮草是很重要的。对于中原人来说，上战场前一定是要先把粮草备足备齐的，不然一旦开战粮草不够就很麻烦。但是蒙古军队却不用惧怕这一点，因为作为游牧民族，他们可以一边打仗一边放牧，两个都不耽误，真的没有了就抢呗，反正是汉人的家产，对他们而言并没有什么损失。不用准备粮草的他们，比其他军队的装备要轻简很多，更加有利于打仗。其次，蒙古族属于马背上的民族，每个蒙古族的儿郎从小就被教育骑马射箭，连女孩子都一定要学，他们的马上作战能力很强大，骑兵堪称无人可敌。而且由于长期的作战，他们对于马上骑兵作战有着自己独特而深刻的理解。和一般军队喜欢用重骑不同，他们更喜欢轻骑和重骑相配合，共同作战，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。展开全文，然后他们的武器装备也更适合于马上作战。中原人当时还习惯于用长矛的时候，蒙古人就已经用弯刀在马上作战了。显而易见的是，比起长矛的笨重，弯刀更加适合马上的作战，因而他们无往不利。而他们也擅长使用火器，在中原人把火药更多的看作是烟花时，他们早早的把火药派上了战场。接着他们广泛使用屠城政策，一旦遇到反抗的城市必然会屠城，不仅能发泄不满，还能威慑其他城市。而将城中投降的男性集合起来变成一支军队，让他们在战争时先去当炮灰的，能够很好的消耗敌军，保护自身实力的典型。最后就是蒙古军队更不是靠着军饷过日子的，他们的经济来源就是看战绩，所以每一个蒙古士兵都英勇奋战。屠城可谓是惨绝人寰的做法，但是为什么要屠城？蒙古人并不是一时的意气，而是经过深刻考虑的。一是因为震慑敌人，二是因为去报复那些让他们受挫的人，三是因为无法管理，干脆杀掉。蒙古人的残暴已经深深刻入每一个中原人心里，所以蒙古人很放心在每个城中只留一个蒙古人做城主就好，因为他们知道中原人是不敢反抗的，毕竟一旦反抗了，很可能就是被屠城。所以有不少人而言，不是不反，是不能反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